好，我来啦。来看看，来了啊，这个换房间了不告诉我，不过还好赶得上。这还是刚才那个牛逼直升机啊，号称牛逼死 class 的直升机。这个直升机啊，咱们可以在那个地沟里面打吧，大家伙都知道。但是呢，这回他挑战的非常变态，他领着两个会发波的老头，会发哈斗肯的老头，哈斗肯。这个地方摇的入口感觉有点像什么的，有点像这个小日本的路口啊。其实个人觉得可以选择什么呢，可以选择这个让咱们更 happy 一点啊，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可以换个路线。咱们现在先看他一命吧啊，先看他一命，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啊，然后那就皮了啊。这回的咱们看一下，好像他是随机的吗？他走的路线没有变，但是游戏的内容却变了，你们看不看到是不是啊？对呀、啊，牛津出场就是我来了。好像游戏的内容可以随机变化，你们看看，刚才那个空中的落地导弹就是一个。下干，一顿自爆。又是走到下水道。他可能有的时候包括给你的载具都不一样，像给他那个超能载具啊，超能坦克，就黄色坦克载具的话呢，就皮了。今天我竟然没有喝水。好了，来看看一堆吃的，这堆吃的是真心过瘾啊。走的是跟刚才一样的路线，但是它的内容不一样，你们看起来是不是觉得不太熟悉的，是吧？还是傻干厉害，真的傻干太猛了啊！一手傻干就告诉你什么事儿都是扯，有难度。你看他突击不意的开枪，前面还是超能坦克啊、还是超能坦克，还是要往回走。这个路线跟刚才是一样的，但是怎么说啊、其实我想说，有时候中国字儿感觉怪怪的啊。有时候这个空耳君太厉害了，你比如说那个柯南就叫滚筒洗衣机。咱们这个华丽 K 战将，华丽壳战将菜，战将啊！说起战将，我想起来我那时候玩《热血传奇》，《热血传奇》里面有一个战将特别有意思，叫什么战将？你们记得吗？你们应该是不记得啊。那个战将的名字叫做魔龙战将啊。好啦，左右枪，第一关非常的简单，感觉这个 boss 前期扔一堆这个手雷啊。Fireball，一堆手雷，然后呢，左右枪就直接过关啊。Mission two start。你如果玩三的改版的话，我告诉你，三的那个改版啊，叫做坐骑版，非常的屌了啊！那个坐骑版，我靠，怎么说？就基本上可以告诉你，就是20多分钟通关啊。他直接从最后不到最后一关，他就能直接跳到最后一关的最后一关的那个进入到外星母体里面。你想想有多厉害！魔龙战将，魔龙战将，我曾经最好的爆过最好的东西是爆了一个战神手镯加三个攻击的战神手镯，真的啊，那是我爆过最好的东西了啊！当时在我们那个私服，虽然说是私服，但是能卖钱。那个私服光那个手镯我就卖了400块钱，非常的屌。那时候那个版本啊，180版，这个开天终极，然后武器能加7，幸运喝不到7啊，幸运你只能是用那个小油喝到3，然后再用超油喝，
然后运九的项链不能合，你只能打，只能爆灯笼，只能爆战神项链。战神项链啊，你爆到战神项链都是挺难的，何况还能爆到幸运二的啊。好了，这个地方咱们看看突突这个雪怪，雪怪啊，坐骑版还有什么商店版？对呀、啊，这个感觉非常有意思。这个有很多这个游戏版本啊，也受不了。这个版本呢，反正咱们这个前半比较简单，咱们这个战将呢，刚才你也看到了，到后面的时候吧，有点装逼失败了，就被抠了。其实呢，咱们这个游戏是有一定的容错率的，因为咱们是有这个防弹衣，就是这个手雷下方那个二。防弹衣的话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啊，这个每关都能重置，所以说你只要没有什么连续性的失误啊，你应该是能混到过关，应该是能混到过关。要忍。上帝说要有光啊，魔龙教主咣咣咣，这个一路向西了，肯定是要干，小心点躲着那个小地滚球，知道吧？地滚球非常的变态。一路冲过去之后，咱们看这个地方要躲子弹，好的，直接用，你看防弹衣顶了一下子，看不见，直接用防弹衣顶了一下子。刚才空中跳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了，你要是中手榴弹的话，那就是两个防弹衣才能顶一个手榴弹。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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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切换子弹无断续开枪，好的哦，直接秒掉啊！他不嘚瑟的，不嘚瑟的。这关的 boss 死的真的老惨了，徐锦江死的真的是说死就死。我们玩的话啊，最玄幻的事情就是在不可思议的角度上，然后躲掉了所有的子弹。这关还是往右走，在空中的时候就没法变胖的，对吧？你得是在这个在地面上才能变胖。其实变胖也没有大伙想象中那么强，我变胖那个时间不如直接突突突，变胖还得哦，还得这么一下子。咱们看看防弹衣还是两个啊，有这个防弹衣就可以了啊。过坨，直接过坨啊！好了，再来看看怎么个情况。这个，你看他们的子弹啊，非常的恶心。哎，防弹衣乘以一，看看见？有点东西的啊，没有雷了，主要是没有雷了。刚才挺危险，这个人还打电话。哎呦，小心！完了，一炮踩着这个，这回不要装逼了，你只要踩着就行啊。史上最强神木。这个木头不要个逼脸，这个木头啊！到最后碰个小兵才碎。一发入魂！哎呦，这个炮弹，他想要赶紧过图，看看见？这个零七坦克好像不会转身的感觉。哇，这个地图！突然的一发炸弹，感觉到很变态，看不见，有点像机关一样。怎么走？这个炮弹这么炸，炸不死人呢？设计的有点变态哦。对，这个版本是有防弹衣设定的。但是我刚才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说这个防弹衣啊，就是在我刚才看了一下，就在没有防弹衣的时候呢，这个咱们被那个徐锦江拿鞭子抽了一下啊，不是拿东西撞了一下，然后咱们居然没有死，
然后呢后来又重新上来又被顶了一下，然后咱们没有废防弹衣，我所以说我不太理解这个防弹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了，看看往前走。Thank you, thank you。麻烦开枪，直接一手自爆。这关没有超级坦克，看不见。先用鞭炮，看不见。这用鞭炮，让自己鞭炮让自己无敌一段时间，看不见。正常，如果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路线好像都差不多，但是它随机的效果不一样。刚才这个地方明明是有两个超级直升机，然后打爆了之后要等好长时间才会有这个 boss， 但是他这回一进图就是直接就是这个 boss， 怎么说啊？这个很难受吧啊 ？Mission four start. Lane shot. 好了，看看再吃，把子弹吃满啊，是很深的啊。不是，这个版本是没有的，这不是改，这咱这是改版啊，这是最后的带头弹头改版，改版的话它就有了。其实我一直在想，如果走另外的路线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可以考虑考虑换一换路线。你们没发现这个游戏的设置者啊，我发现这个合金弹头游戏它这个做的这个图啊和这个人物啊，它有好多地方都是跟男性生殖器的形状很像很像很像的，真的，我不是说非得唠黄壳唠红壳，真的是这样的。合金弹头三的第二关关底，对吧？还有刚才那个炮弹，刚才那个架着那个一个人架着一个炮筒，你左右移，然后发射一个炮弹，那个炮弹还有马眼，我真是服了，真的啊！你们仔细注意一下子，这个他。小日本是变态的啊！好的，你看这个人看报纸又死了，没看小狼日报呢啊！好的，后面为什么有一个龟 ？S L I N E， 龟背上写一个 S。好的，看看，直接往前拍。吸取了这个教训啊，这回谁知道他能不能一命通关？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好像是偏稳一些。来看看，又是锦江。变态锦江啊，变态锦江还得用哈利伊莫性感来打，真的啊，别的打都白扯啊。See you， 生化锦江，啥也不是啊。小狼日报，听闻解说班酸病的舞台节目效果。那就这，哎呀，一枪一梭子弹，直接废了两管。咱们看看，好的，终于是把他抠死了。然后这个 boss 要换煞干，然后把上面，还是老套路啊，把上面的那个锥子打掉，然后直接秒掉啊，直接一手秒。就这个头，就这个炮弹，快被打，刚被打爆那个炮弹，真的上面还有马眼呢啊！你有一双马一样的眼。一说话一股小洋葱味儿，而且还这兵被腾空就算 bug 了。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哎呦，这个人攻击速度，我操，他自己扔雷把自己炸死了。这个人有点东西的，自己扔仨保龄球，然后把桶炸了，把自己炸死了。哎，就这个炮弹，看不看见？你们看不看见？是他，就是他，我们的炮弹。Mobile satellite， 移动啊，移动卫星。还有，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召唤物，它是无限子弹的，不对。这个呢，它子弹是有限的，你只能是吃普通的手枪。
然后他在空中帮你打。 OK 700多发啊，虽然说他自动帮你打，但是呢他也不是那么太智能啊，没有那么太智能。这变态将军也是有点东西的，他居然会变成丧尸，然后还会自爆，以他为原型做的机器人，不知道这个将军如何怎么想。来，背景音乐都变了，这个音乐显得非常的皮啊，禁烟，好像已经过了两个这样的地图了。来看看，来到了秦皇岛啊，非要跟我学配音，我说好好好好啊，这个船，其实这个你像这种小兵扔的这个刀啊，真心挺野的啊，实话实说，这个刀啊，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刀是什么样的刀？对吧，他这个撇刀这个东西是有时候挺过分的，就是在空中啊慢不悠的然后转，还得是煞弹，这个游戏如果没有煞弹的话相当的难，真的还得是煞弹啊。猴子帮忙打拿手枪，别闹了，那个不是猴子帮忙打拿手枪，那是你变成猴子了，想多了啊。正常的话四代是有这个设定，但是咱们现在这个改版可以让自己强制性的变成猴子，你如果变成猴子之后啊，你就非常的皮，表面上你拿了一个乌兹牌冲锋枪啊，冲锋单持手枪啊，这个但是呢啥也不是，攻击力还是微微脆弱，还得是暴力，我告诉你还得是傻干，知道吗，给你一个一万发傻干，真的这个游戏直接就通关了，就 boss 见了你只能叫爹，知道吧。哎，我一直觉得这个监控摄像头还能发射激光子弹，设定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好了，这地方有一定难度的。再跳，该扔雷是扔雷。咱们看一下啊，这地方你要跳过去的，你跳不好，你掉到那个箱子之间的缝里面，你会掉下去摔死的，知道吗？我就有一次啊，我开着无敌玩这个游戏，然后结果我还掉下去摔死了，开着无敌死的，你们敢信吗？空降兵看不见屎，又是锦江大白菜。好了，看看这个大香鸡腿啊，德瑞吃这个66发子弹，看一下33加66，基本上坐等直接啊，用手雷，关键时刻跟手雷是有用的啊。好的，终于打到 boss 了啊！一会儿你看一下，又要开始说前方高能了啊！又要开始说前方高能了啊！这个 boss 莫名其妙，这个 boss 感觉跟第一关的 boss 是一个 boss 吧？啊，他跟第一关出现那个 boss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这个 boss 被打炸了啊！好了，看看最后一关。Final Mission Star。我玩这个游戏有时候真的不能省啊，什么省手雷啊，省子弹，真的省着省着一个窟窿等着，真的啊，告诉你就跟赚钱似的，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但是该攒点钱攒点钱。自高导弹
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觉得什么子弹最牛逼，就是自导导弹最牛逼，玩的不累，我调作弊，调成自导导弹，调成无敌，然后就开始啪啪啪，非常这个玩法非常的恶心啊。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子弹非常的弱，我又把自己调成这个手榴弹，不是手榴弹，把自己调成这个是燃烧弹。燃烧弹呢虽然说很爽，但是有一个地图啊，你必须要跳起来往下开枪，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小兵你烧不到他啊，你就很讨厌啊，就非常的讨厌。所以说我又觉得不用，我就开始用傻干。我觉得用傻干之后呢，我觉得又讨厌了，因为那个傻干呢太晃眼睛了啊，开枪咣咣咣咣，然后你会发现那个你就闪爆眼啊，有点让你什么青光眼、白内障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就感觉非常讨厌。所以说我又不用了，我又用燃烧弹。用燃烧弹呢，我就到那关的时候呢，把它调成正常模式，然后呢把这个小兵整死，我再调回来啊，然后一命通关，妥妥的，赖逼。空中那两个飞机贱嗖的追着开枪，真事儿的啊！哎呦我去！好了，是因为过熟了，否则就要挨干了，又要废这个隐身衣，又要废这个防弹衣了。哎呀，傻干没有什么不够的，傻干主要不是不够，主要是傻干吧，他这个，你像我说的那个，你在上面，人家在底下，那个小兵在底下朝上开枪。虽然说你是无敌的，但你跳起来往下开枪吧，那个火然后又浮上来了，你根本就烧不着它，你没办法，你要是无限那个枪你就根本就烧不着它，所以说我就换了，知道吗？好了，还是傻干啊。我觉得还是燃烧弹厉害一点，燃烧弹感觉它射速快，普通的傻干不像最新版里面傻干厉害啊。如果按照以前的版本啊，傻干的话它没有那么快的射速，它只能是砰砰砰这样的，它不像燃烧弹嗡嗡嗡嗡嗡嗡还有持续伤害，这个赖逼。但是呢，你要是用这个傻干，如果傻干是咚咚咚咚咚，如果是刚才那种，那肯定是傻干厉害啊，不用说的。还是要骑载具，我没有，他把载具直接炸了。哎呦，自爆小兵 ，Thank you， 46发手雷，我怎么感觉我好像突然有点饿了？突然饿了，养生。哎呦，好的，一枪直接让你少奇立正加战好，哎，再见，少奇立正加战好，叫你一声大嫂。我记得以前是不是有一首歌叫少奇立正加好啊？真的是有点东西的。又是这个小妹儿 ，OK， 好的，看看锦江，这一次又是没有坦克吗？啊，打车终于要打坦克了，没有坦克白扯啊，肯定是要打坦克打锦江。你看他的玩法就是用坦克来压死锦江，哎，之所以刚才想要秀一把，就是想要用自己没有坦克来秀锦江，发现秀不过这个锦江，但是这个锦江头铁呀，你看。这个锦江我头好铁呀、啊、他居然可以。好的，再秀。压死。你用坦克来压锦江的话，你会发现锦江虽然说可以被直接压死，但是这个锦江啊，因为咱们在坦克里面就无敌的呀，非常的赖啊，无所谓。好了，哈哈。Thank you。 为什么咱们这个雷不是坦克显示的雷？好的，看一下63发。哦、oh, hey, oh big， 来看看最后一关，他终于是打到了一命通关的效果。咱们看看啊，别给我衣服扯坏了，就是啊。好了，把自己变成、哎、
他每次到这儿都要把自己变成猴子，因为打这一关的 boss 啊，打这一关的第一环节的 boss， 他把自己变成猴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 boss 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半点办法都没有。你看，发射的这个磁暴小球啊，根本就检索不到人类。徐锦江也是可以复制的呀。这个设定嘛，其实挺嘚的啊。但是原版我记得打这个也不是很难，他这个因为有套路可循啊，有时间有的是。但是呢，改版之后啊，最后一关的 boss 你可以看到，他不是打三阶段就好了。你打完这个打这个博士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还有刷其他的小兵。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你们记住一句话，好的，把自己变成人类，咱们还有子弹继承。还是那句话，大家伙知道啊，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小兵的 boss， 它不是好 boss 啊。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知道吧 ？boss 带着头，小兵有镜头，小偷没领导啊，对吧？小兵没领导，肯定玩不好，对吧？来看看 ，Mason Tools， 哎，这个直升机也是哇，一堆傻干的兄弟们。这吃的一堆傻干有东西的啊！好了，看看，咱们没有防弹衣了，已经。这个没有防弹衣的效果啊！还能变成老二的，你们又欺负老二 ，Mason Two Star 了。其实这是 BOSS 的第二环节而已。这个地方只需要开枪就可以把它秒掉啊，只需要把它开枪就可以秒到。然后呢，还有第三个环节，在第三个环节之前呢，还有一堆 boss 啊，还有一堆小兵。我是天秤座，为什么会从地底下钻出来人？我操！他们是伏地魔吗？难道从地底下直接就能窜出来啊？人群当中钻出了一个光头啊，真是服了。好了，看一下哈斗肯，加上马化腾打手机号，两个燃烧弹。好了，马化腾关键时刻给力啊！来看看最后这关的 boss 啊，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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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秒掉了，这就秒掉了啊！这个傻干是太疼了啊！再见，老头，拜拜啊！老头说啊，不要这个样子啊，兄弟，放我出去 ，Thank you。哇，全是三万分，这个版本如果刷分的话，我估计能刷好多好多版本。好的，28分钟，一命呜呼，有点没戏啊！他这个每次到这儿啊，设定这个结局都感觉特别逗。其实想一想也是啊，这个每次都能逃走的结局是不是太完美了？不过呢，你逃不逃走啊，最后都是能逃走的，只不过是负伤了而已。如果要是死了的话啊，如果你死了的话呢，就是不，比如说在后面那个炸弹被炸完之后呢，强制性的进入到下一个剧情，然后呢就是你在医院里面疗伤。如果要是走了的话，就是大餐，超级学校大餐。但那个大餐并不是很好吃，一堆狗不理啊，一堆狗不理，外加什么大大鸡腿，什么水果蔬菜动物园啥的。这个胖子别救了，这个胖子没救了啊！告诉你 ，We're great, we great, mission complete. 帮帮帮帮帮帮！挑战一命通关，速通28分钟，可以啊 ！Mason all over。华丽 K 战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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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都要整成 ACE 的 ？ACE 是吗？有点慢。你看，左边是大鸡腿，大烧鸡，右边是包子，中间是包子，烧鸡还有面包、苹果、香蕉，就没别的，还有菠萝，就吃这玩意儿啊，是狠。好了，感谢我们的战将菜啊，华丽 K 战将表演的这么一个，合金弹头4最后弹头最新改版的一命通关，速通28分钟，可以。